是艾多美新推出的一款产品——艾诗洛特雪颜。美有什么样的条件呢？比方说要有漂亮的眼睛、健康的牙齿、漂亮的肌肤。所以说一个好的肌肤才会让人感觉更美丽。为了管理自己的皮肤，很多人都去皮肤管理院进行注射管理美白皮肤，很多人都需要的健康又干净的皮肤。为了解决暗沉的皮肤，短时间就不可以解决，需要不断的管理。阿多美阿诗洛特找到的皮肤美白的答案，为了干净的皮肤，我们找到了最佳的答案。阿诗洛特雪白到底含有什么样的成分和科学呢？很多人一旦提到美白，就先想到的就是黑色素。为防止紫外线对皮肤造成的危害，自然会生成黑色素，切断紫外线，可谓就是美白的最基本。紫外线直接接触到皮肤的话呢，那黑色素会沉积堆积，反复这样的过程，色素就会沉着，肌肤会变得沉暗，生产斑点、黑斑等等。美白有很多方法，但如果针对色素成本根本原因可以解决这一部分的话呢，可以维持更健康更透亮的皮肤。遏制皮肤中生产的黑色素的办法，阻断有助于形成黑色素的神经传导物后，有抑制形成黑色素的方法，防止黑色素的氧化。通过阻碍生成的黑色素向角质层移动，阻断已形成的黑色素发挥其作用，可维持透亮的皮肤。通过定期去除角质，快速排出以及沉积在角质层的黑色素，加快循环周期的话，对美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皮肤再生周期会变慢，难以进行角质层管理，血液循环缓慢，皮肤活力下降，这也是皮肤变暗的原因之一。平时不注意防晒或者美白管理，放任皮肤问题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会生成更深更大面积的黑斑，这很难去除。就算仅仅护理肌肤表面堆积的角质，也可以使黑暗的皮肤变得更加有活力。这种卓越的成分就是众所周知的帕哈成分。该成分不需要物理的摩擦，可以让角质和毛孔变得更加细腻。巴哈有合成巴哈、天然植物性巴哈，但我们推荐使用天然植物性巴哈，这是我们最推荐的。如果整理好皮肤最表面层的角质，可以更有效地给皮肤传递营养成分。为了美白，黑色素的生成转移的各个阶段都有多种有效成分。为了打造透亮的皮肤，好好利用这些成分是非常重要的。阿尔法红墨药醇、可溶性甘草提取物等，提前防止在皮肤生成黑色素。第二种是防止氧化，保证美白的效果。维生素 C 衍生物可防止皮肤内黑色素的氧化，即使生成黑色素，如果无法传达到周围的角质细胞，也能打造亮透的皮肤。利用氨酸成分可以防止色素
的沉着也可以有助于强化皮肤屏障。四合一雀斑素能简化老化色素，防止形成黑色素，这有助于缓解黑斑、雀斑。最后，能快速排出在肌肤基底层存在的黑色素形成细胞和转移的角质细胞，能一起排出角质层含有的黑色素。如果上述的一样，好好使用巴哈成分，软化角质层的管理非常重要。这种专业美白护理是利用于黑色素的多种有效成分的高价机制，是防止黑色素的生成和沉着，帮助排到皮肤表外的一站式护理过程。那么消费者对美白护理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爱多美艾诗洛特 Snow 一起家不再是单纯的家，一直被认为专家领域的皮肤美白过程，我们直接搬到了家里，也就是 Hondoma 时代，跟艾诗洛特雪白一起，大家将成为皮肤美白专业美容院。像这样从肌肤深层补充纯净的美丽完美的艾诗洛特 雪白第一，将用于皮肤美白的以最佳的比例装在艾诗洛特 雪白之内。第二，添加各系列特殊成分，实现各深层传递到皮肤的护理阶段。科学构成的亮白原理使暗沉不均匀的肤色变得透亮干净。接下来我要公开爱多美的十种活性成分。首先，准确地针对皮肤烦恼的部位提升美白效果的 Selective Technology 和艾诗洛特 Bright Brightening Code， 还有增加皮肤氧气打量，打造亮白均匀的皮肤之外，红墨药醇抑制导致皮肤黑暗的成分，植物光橙光皂草有助于降低皮肤的黑色素，淡化皮肤上的黑色素也很重要吧。通过烟酸淡化皮肤色素，维生素 C 衍生物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加透明。冬季绿色提取物护理皮肤角质，提亮脸部肤色，给粗糙的皮肤带来光彩的成分，这是四合一雀斑素和天然胡萝卜素是提亮肤色的效果。最后，安托西亚宁可以打造皮肤更亮白干净的肌肤，从根本开始实现亮白的爱多美独有的美白原理，不分时间和季节，全年均可使用。配合皮肤转换周期28天的持续管理，以科学护理因老化与紫外线失去生机的肌肤。分阶段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阶段是 Snow 的爽肤水，使用了夏普朗的提取物，
可以镇定皮肤，没有物理刺激，可以立刻看到去角质的效果。精华液含有五味子果实的浓缩成分，有助于皮肤美白，改善红晕肤色，改善皮肤立体光，衰线阿尔斯山七种香草制成的成分，具有高效的美白效果。从浅色到深色的黑斑是缓解双重黑色素的阶段。凝胶型的日霜是一种非常充分水分充分的制型，可以让皮肤感到凉爽的感觉，可以降低皮肤失去水分的程度。晚霜是高含量的胶原蛋白霜，可以让皮肤更有弹性。向日葵籽油提取物让可以改善受到紫外线伤害的皮肤，就防止黑色素氧化和生成黑色素转移的效果。采用超紧密弹性面料的面膜可以定皮肤。最后使用 Snow 提升 Snow Tonop 防晒霜，可以让皮肤变得更白。那么如果一直使用阿尔斯露特雪白的话呢，我们的皮肤会变得什么样呢？首先呢，可以去掉长时间停留在皮肤的雀斑黑斑，可以解决这种问题，这是通过临床试验而得到的结果。也可以减少皮肤表面内部的色素沉着，也就是可以解决皮肤的黑色素。看到临床结果之后呢，是不是觉得更可靠呢？已经结束了整个产品的临床试验，在家里请大家尝试一下皮肤美白管理。加上十种成分和每个产品的特效成分，让皮肤更有生活力。这种成分加上科学的机制，就是我们的雪白，请大家体验一下。